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牛啊，兄弟，牛的牛的牛的！这里有力丸，播放没大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梦马去拉的。哎，还真是，还真是。先出来，先出来！哎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哥们儿，绕一下。可以冲吗？火有大。哎，丢进去。干他妈的！十五级加这个山崩啊，不要加错了。我操！大公民，我操！上上直接上，跟着上。二十级加这个长大攻击力，我现在只要拔上速就是500攻击。狙啊，我们就要隔到他身后，然后，对吧？我们是炮兵啊，兄弟们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对面是真的看不懂我的伤害。万箭齐发。完了！哎呦！骑不动了，兄弟们，骑不动了！啊！麻了。我队友来了一句，我操，一个速暴击1500，给笑死我了。
我永远是你可以信赖的伙伴。兄弟们，我的暴击是1703。太暴力了，兄弟们！投掷流啊，双大炮。破一干啥呀 ？A 杖柠檬心呀，柠檬心。哎，我有买，他买不了。对面受不了。还没活着。太暴力了，就 A 七下吧 ，A 七下，我这个是 A 七下，兄弟们 ，A 七下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搞别的？开就别开了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还有这种烟。好喜欢杀我，还是没死。哎，操！1731，我操，我打了蓝都干了。狂战有分裂啊，也可以带一个狂战服，好不好？去了去了，没蓝了。怕绿掌，这一套怕绿掌。看到没有？我们补掉骑士兵的话，加了两步。想吃符，我们一个位直接把他秒杀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这个只能说他低估我伤害了，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对吧主三的啊，其实我不是主三的。这个矮子好像。一技能，二技能，连招 A 一下，跟这个树直接带走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赌一负三啊！一技能前期打钱，然后三技能的话，等于他有 A 张了，有伤害，不用打起来。我替了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位置离得有点远。刚来是被那个赏金揍了一顿，说旁边你后面有赏金，哥们儿。队友在指挥我，想让我买票。我们是不可能先买票的，我们先买票的话，哎，打不输，好急，
刮痧，打我比较疼的是小黑，小黑一死的话他没光环。我们因为我们本身轰炸就是一波嘛，一波没打好的话控制。收回来了，来打球了，对吧？整活很正常，虽然很离谱，但是也很正常。这个秘法鞋呢，就是专门保证我们的这个回蓝的。我方上塔需要。被帕克秀了，兄弟们。还行，这一波，不过这一波还是挺亏的。走起来！下一波我们出跳刀，上路有个小黑，看我们怎么把高法。那小黑，我操，他又看不到那个圈，对吧？他也不知道我在哪，他就第一反应就想死了。这暴击，我操！魔晶太贵了，魔晶会拖慢我们的出装速度。他这个好难打呀，我的天。是的啊，我们下一件要做 BKB 啊，没有 BKB 的话我们会比较难受。等下一波，可以打吗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操，这伤害兄弟暴不暴力？玩的这个比较阴的人呢，对吧？他就会对吧？他就会等啊，他就会等机会啊。这把我们就跟着这个女王走就行了。对面因为女王打得比较凶了，我们直接跟着女王走就行了。尤其是打到中期啊，前期无所谓，前期你单杀就单杀了。所以平时我就是打游戏，我一般选那种能单杀的那种会比较好上分。但是如果我碰到那种，就是没法单排，没法单杀的英雄呢，对吧？我想上分就很难上。刀塔有很多好玩的打法，而且新版本下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整一个另外一个活。哎呦，这伤害我操！但这个他不是真正的大后啊，真正的大后其实还是小黑，就这把大后还是小黑和迪法，就所以很看，就真的打到后期是比较看这两个人的。
出，就是如果我要多个格子，我恨不得再出个狂战符号吧。这个他妈了个逼的，这个你看这个敌法出完 BKB 是不是直接立马不一样？就一个压力怪，一个这个还是两个卧龙凤雏，也没有输出啊。三四五是相对比较舒服的，一二是没办法，真的一点办法。连秒，也不是线短吧，就是他哎，哎，活了打人弩去了。加快速度。推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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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还好有个眼，他妈的，我操，还好我反应快，反应慢，但凡慢一下也死了，他那个钻伤太高了，我靠。风风帮来了，兄弟们，三命奶棒。奶棒现在是三命了。我也是打了很多把新版本剑圣，这版本剑圣很厉害的，虽然被削了，但还是厉害，不弱的，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很超模的英雄。哎，又斩，哎，又斩回来，哎，又斩回来。跳过去开转有自动平 A 啊，打晕。奶棒三命的话也有用，好吧，也不能说没用啊。
哎，操！被钻死。我方向需要支援，越野获胜。Hello, 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苏米亚 Office。